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以喜乐的心，用信心来宣告，在他里面我们得胜又得胜，因为他的名是充满能力的。 Amen。是的，主啊，你的名是赐盼望的，你是赐能力的神，你是赐喜乐的神，哦主啊。是主，今天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字，主啊，因为你配得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敬拜，所有的赞美，主啊，今天。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生命就交托给你，主要因为我们属你，永远属你。真美好，你真美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同在得能力。那么经文呢，乃是路加福音第五章17到26节。那这个的经文呢，是讲到呢，就是有一天耶稣在教导人。那我们看到呢，就很多的法利赛人啊、文士啊、教师呢，都坐在旁边听着耶稣在那边讲道，或者说说道理。那这些的文士啊、法利赛人呢，他们来自呢这个的加利利啊，各种的乡村里面，犹大还是耶路撒冷，他们来呢就是听耶稣讲道理。那么呢，圣经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主的能力呢与耶稣同在，使他人医治病人。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的人呢，可以说是四个人啊哈，他们就呢把这一个的一个瘫痪了的人呢，就要抬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因为人太多，他们进不到那个的门，因此呢，他们就上了屋顶，从那个瓦器间呢，把那个的瓦呢拿掉，那么呢，就把这一个的瘫了的人呢，从包括他的驴子都一起的来到垂到那个的下面，就是耶稣所在的地方，那么呢，垂下来就刚好呢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呢，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这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那么呢，这些的文士啊、法利赛人呢，就在那边议论说，哎呀，耶稣是谁呀？他讲这样的一句话，到底呢他有这个的什么的权柄能够呢来到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这一届的法利赛人呢、文士呢，就在那里呢来到讨论这件事情。那么耶稣当然也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就跟他们说呢，你们是心里面所讨论的是什么呢？难道呢你说呢赦罪容易，还是说你起来行走容易呢？那么呢，但是呢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就对这个的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驴子回家去吧。那么那个人呢，就当作众人的面前呢，立刻的站立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着那个驴子呢，就回去了，荣耀归于神。那么众人看见呢，都很惊奇，也荣耀归给神。虽然说荣耀归神，但是他们的内心呢，却是呢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那从这个的历史背景里面我们来看呢，其实呢这一些的以色列人，或者是说宗教师，或者是法利赛人呢，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就是说从这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归之后呢，被掳回归到呢那个的耶稣的时代呢，已经是400年了，他们呢就在那边呢讨论呢，到底呢他们的宗教的传统应该怎么样。他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立下了这些的规条，所以呢这一些的宗教师呢，他们重视这些人为的传统呢，以至于呢他们时常呢都看不到圣经的真理。所以呢这些的人啊，今天他们集合在一起呢，不是呢为了要听耶稣讲任何的这道理，他们呢乃是感受到呢耶稣的教导呢使他们呢有这个的受到威胁了，所以呢他们就来到呢要抓耶稣的把柄，看耶稣所说的呢到底是哪一样可以成为他们的把柄的。所以这些的人呢并不是真的来支持耶稣，他们只是要来到找这个的耶稣的麻烦。那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呢，忽然间呢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就是从那一个的有人呢从天而降，降到他的面前，而且呢就是呢在从那个屋顶上突然间的这样子的出现的时候呢，哇，每个人都就是被这一个的突然降下来的人呢而吓了一跳。那么呢耶稣的教导呢，因着这一个的人啊从天而降之后呢，他就呢必须要停止他的教导，或者是说骚扰了甚至于呢打扰到耶稣的教导。那我们首先要看的一个大点就是接受突发的事情。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呢有这一个的计划，我们可以呢有那个的筹备，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却仍然呢是有那些的突发的事情发生。那这很多时候呢我们无法接受这个突发性的事情发生，我们觉得呢你骚扰了我的计划，你使到我的这个计划呢无法在所定的日子里面的完成呢，所以我们会不高兴，我们会排斥，我们呢甚至会呢来到呢责备那些的就是骚扰我们的人。我们呢会觉得呢我们的计划应照这些的人的这个的突然的那个的出现呢，直到我们的计划呢泡汤了。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会生气。那耶稣正在教导，被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来到骚扰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耶稣没有因着这些人突然做这样的事情而在那边生气，耶稣没有因着哎呀我在讲道好好的，为什么你就把这个人呢从那一个的屋顶那边呢垂下来，那么呢我有时间来到呢医治的时间，那么呢你现在呢打扰到我讲到了我的那个的道理我讲不完的那么呢有些的那个的人就呢会不高兴，因为呢我们说真理讲到一半啦，完全没有被释放出来，所以呢有些人会被这些的突发性的事情来到呢就是说责备或者是不高兴。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耶稣没有因着这些人的行为而在那边生气，耶稣没有说等我讲完道才做医治的工作，你到一边去先，没有叫人把这一个的人呢抬到一边去先。那么呢我们看到呢耶稣诚然的接受这些突发性的事情发生，他接受这些的人来到呢就是呢就是心急，他们想要的那个的得到耶稣的意志。所以耶稣接纳。那我们常说呢人有不测的风云啊，那么呢或者是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担心的祸福。所以呢这个的不测
啊，就是呢，直到呢意想不到的，有些的那个的灾祸啊，或者是福分啊，也是突然发生的，是预先没有意料到的，是忽然间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呢无法能够呢来到定说呢，就是天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到完成。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因为这一个的疫情，我们的这个的生活呢都呢因着这个的疫情呢，使到我们呢乱七八糟啊，学校呢原本有考试的，因着这个的疫情严重，他们要推到另外的时间去，因为呢这个的疫情的缘故呢，我们无法出门，因着疫情的缘故，我们不可以出外坡，因着疫情的时候，许多的那个的外国的话呢，不能够因说进来，所以呢。这种的突发性的事情呢，我们没有任何人想到。从去年的那个的2月，我记得是在新年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的消息。那么呢，听到这一个的消息之后呢，我们还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样做。这个好像发生在中国，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些的事情呢，很快的就临到我们马来西亚。今天呢，甚至呢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听到我们所认识的人，他们都染上被确诊了。所以呢，这种的这一种突发性的事情呢，使到我们的一切都泡汤。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在那边责怪吗？在埋怨吗？捶上吗？我们在那里呢，在那边责怪政府，责怪那个把这个的病带给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重新计划？我们寻找新的出路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反应呢，可以看出呢，我们到底呢有多少准备的心。那耶稣看到这个都突发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他没有责备，他乃是看到这个事情后面的另外重要的事情。耶稣说，看见了他们的信心。那在这个的19节里面讲到，因为人太多，这个的四个朋友无法把他这个的病人呢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千辛万苦的就呢从这个的人多的里面呢，他们想办法，只有他们想到屋顶去啊，他们就呢找到了那个屋顶，可以呢从拆了那个的屋顶，他们就跑到屋顶，你要把这个的病人搬上去这个的屋顶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这四个的人呢，他们却呢把他的这个的病患的朋友呢就呢把他抬到这个的顶尖那个的屋顶里面去了。甚至之后呢，他们要呢就是呢对准啊是耶稣的那个的屋顶的下面啊，他们拆开那个的瓦的时候要看清楚所下来的地方，如果是仍然在那个人群里面，就无法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呢，这些的这个的朋友呢，他们真的是呢计算好好，而且呢他们不怕麻烦，他们呢千辛万苦的把他的朋友带到这个顶楼之后呢，就呢拆这一个的屋顶。那这个拆这个的屋顶呢，你是要呢付上代价的，因为呢这个的拆了之后呢，你就要把它做回去啊，你不能够呢拆了人的屋顶呢就放在那边，直到人家的家呢就呢有漏水了。那么呢这个呢之后呢，你还要付上你的金钱啊，找人来到把人家的屋顶做好来，甚至于呢你要面对这个的主人家可能会不高兴，因为你拆了人家的屋子了嘛。所以呢这些的麻烦的事情呢，这四个朋友他们都愿意面对。所以看到他们千辛万苦的要把这个的病患的朋友呢带到耶稣的面前，证明他们对耶稣是非常有信心，他们呢就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医治好他的这个朋友。所以呢20节里面就说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这个的信心呢不是这个的病患者，乃是他的朋友。那我们看到呢这一个的朋友们呢，他们呢就是这么的有信心，耶稣呢感动他这四个朋友的爱心和信心。耶稣看到这四个人所做的一切，就看到哇，这四个人真的是有爱心。那从他们呢要把这个的
瘫痪的朋友放下来，他们必须呢同心的把这一个的朋友慢慢的放下来，而且呢是要对准每个人都一步一步的跟着那个的拍子来到呢，就是把这个的病患的朋友呢就放下来。所以呢弟兄姐妹，不管情况怎么样，我们的信心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今天你的信心如何，你都会有影响到你身边的人。有时候我们不能够逼人家信耶稣，这是对的啊，因为信耶稣是心甘情愿，不是被逼的。但是神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呢来到呢向别人说话，因着你的行为、你的爱心、你的这个的说话的这个的信心，还有呢你的这个所行出来的呢，让人看见呢，有这个机会呢看见我们的神是真实的。这个的四个朋友就是这样，他让他的朋友、让他身边的人，甚至于让耶稣看到他们的爱心和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个的摊子呢，他最幸运的呢就是有了这四位朋友。如果没有这四位朋友的话，他完全没有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这四个朋友实在是太有讲义气了，这四个朋友呢真的是呢尽他的责任，把他的这个的生病的这个的朋友呢带到耶稣的面前，带到这个的大医生的面前。他们不怕千辛万苦，他们呢把这个的责任都赶上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呢就呢甚至于面对这么大的群众里面呢，他都愿意呢把这一个的责任扛上来。他们拆这个屋顶，他们呢把这个的朋友呢慢慢的垂下来，他们都愿意。那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讲，他说爱弟兄要彼此热情，恭敬人要彼此退让。那么13节到15节也这样子讲到呢，就是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义昧的款待，那么以喜乐的人同乐，以爱哭的人同哭。所以这个四个朋友呢，其实呢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三个罗马书第十章12到15节所说的，他们真的是爱他们的这个的朋友，爱他们这个的弟兄，他们对这个的生病的弟兄呢或者是朋友呢，真的是带着那个的热情那个的热心来到帮助他。他的朋友的需要，他们就尽量去帮助他的朋友，而且呢以这一个的生病的人呢同哀伤，知道他生病了辛苦，他瘫痪在那边没有自由，他们有同感。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的生病的朋友呢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四个的朋友呢，他们已经彰显出他们的爱心、耐心和合一的心。所以他们关心他们身边的朋友，关心他们的需要，他们伸出他们的手来到帮助有需要的人，甚至于不怕麻烦，为他的朋友多走了一路。其实呢他们不只是多走一里路，他们走的是多过于一里路。所以呢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也能够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能够显出这个的爱心、热心，这个的我们说积极的心、责任的心，来到呢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呢也要像这四个的朋友一样呢，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爱，使到我们身边的人看到呢神是信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第二大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耶稣有权柄赦免人的罪。那这个的21节和22节的我们都看到，20节耶稣呢就讲到说，耶稣看见了这四个人的信心，就对这个的生病的瘫子说，你的罪赦了。21节里面，文士和这些的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诶，这个耶稣是谁，他讲这种的黄傲的话，他这个的赦罪的成病，他是一个的普通人，他哪里有能够呢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所以这个的法利赛人文士呢都在那边呢不满耶稣的这一个的说话。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得赦免了。他们觉得呢，耶稣你是谁？你能够代表神吗？所以我们看到呢，
耶稣呢，他没有马上医治这一个的探子，他反而是直接呢看这个的，我们说呢这个的病患，他的生命到底，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病到底呢是从哪里来？我们说呢，他的这个的病根是什么？耶稣看到这一个的探子，原来他的病就是从他的罪而来，所以耶稣首先要除的就是他的病根。耶稣就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的罪呢已经完全被上帝来到遗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看病要对症下药，耶稣就是呢看到这个的病人，他的病根就是罪，所以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所以呢我们当然希望呢我们的病根能够完全被除去，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问题，上帝愿意来到除掉你的病根，直到你的生命呢能够呢有一个美好的生命。那我们能够呢治标不治本，但是呢也有一句话说，春风吹又生，直到我们的那个的问题呢一直烦恼烦恼而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的这个的罪根没有被这个的完全除掉，我们的这个的问题的根本是需要先处理的。所以耶稣呢就先处理这一个的探子他的病根，他的这个的生病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呢耶稣在那边来到医治他，先从他的里面生命里面来到，先来到医治他。那这个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不明白，但是呢耶稣他知道。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呢，耶稣他也叫这个的探子说，你起来，你可以回去了。耶稣也医治了这个的探子，这个的探子呢也真的站起来，那把起他的炉子呢就拿着回去了。所以在第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呢，神的能力呢与耶稣同在，重要的呢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以的能力呢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行使许多的神迹奇事。而耶稣那个时候他也是有主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呢使到他能够医治病人。原来我们的主呢是他的灵呢与我们同在，使到我们能够呢在神的意念里面呢行使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敢，或者是我们没有察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觉得到底呢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我们无法完成神要我们所做的，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察觉神的灵是与我们同在，神呢他要医治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要寻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当神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能够完成上帝所给你的大使命，你就能够呢行使神所要你做的一切，你不用惧怕。那耶稣他医治了这个的病人之后呢，我们看到神迹奇事发生在这个的病人身上的时候，这个的病人还有周围的这些的众人，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这一个的病人他知道都是神在那边工作，不是他了不起，乃是神的灵与他同在，直到他能够呢再一次的站起来，他能够呢就是呢得着神的赦免，他能够呢病得医治，是因为呢神的灵直到他得到释放。那所以呢我们说呢，我们要呢时时刻刻让神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除了神以外谁能赦免呢？耶稣是神子，所以呢他有这个的权柄来到赦免人的罪。耶稣说，我你的罪已经赦了，就是赦了，因为呢他也是神子，他也是有这个的权柄来到赦免人的罪。他今天就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呢能够呢为我们祷告祈求，
他愿意来到医治我们，所以呢，我们的神呢，他要医治我们，把我们里面生命里面的病根呢完全的除掉，他要我们使得我们健健康康的活出耶稣的生命来。在我们的这个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到帮助我们，来到呢医治我们，使我们病能够得着医治。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要从这四个的朋友里面来到学习，愿我们成为呢这像这个四个朋友一样，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成为病人的祝福，成为我们身边有需要人的祝福。我们要像这四个朋友一样，有爱心，有热心，有责任的心，愿意付出代价，愿意付出那个的时间，那个的辛苦和那个的金钱，甚至于呢这一个的要去跟那个的物主来到呢道歉，他们都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为了使他的朋友得到医治。愿我们能够从这四个朋友里面来到学习，像他们做一样呢，做一个有爱心的人。那么我们也要向耶稣来到学习，就是呢随时准备帮助有需要的人。他看到这个的病患放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马上把他手中所做的工作，就是在讲道啊，在讲这个的真理的时候，在教导人的时候，他马上把这些的工作放下来，他就先去帮助或者是说呢医治这一个有病的人，这个的探子。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哎，不要打扰我手中所做的，但是呢有时候神要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的所做的东西临时放下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上帝的心意。那耶稣他愿意放下他手中所做的，更何况我们呢，任何的事情都不重要过呢这个有需要的人，因为他们现在呢正需要上帝的医治。那最后呢，我们更加要寻求的就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是在生病里面，在这个的健康里面，在富足里面，在贫穷里面，重要的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神的灵高牧我们，神的能力呢也与我们同在，使到我们能够成就上帝所要我们成就的工作。当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行使神所给我们的大使命，神所给我们的责任，神要我们所做的，因为神的灵高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来到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今天疫情真的是很严重，我们身边有好多的人也得了这一个的被确诊的，愿我们带着这个的爱关怀热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啊，愿这圣经里面的四个朋友成为我们的学习的榜样，当这些的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像这四个的朋友一样，有爱心，有这个的责任的心，有这一个的不怕辛苦的心，愿意走多一里路来到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主啊，求主你的圣灵来到高牧我们，你的灵来向我们说话，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有能力有智慧来到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病的今天你这时候就来医治他们。主啊，需要能力的这时候你加给力量，需要安慰的这时候你的圣灵来安慰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们。